即係你拦住我明係可能係出于一啲保安嘅问题或者係点，但係係咪有必要即係因为引起呢个事件引起呢个事件嗰陣時係一个国際赛事啦，咁係咪有必要去到一啲嘅本地联赛都要咁样挂喺度或者係点咧？即係我觉得係有啲多此一举咯，同埋。就好似圍住啲球迷咁樣，即係對啲球迷嚟講就係咯，冇乜唔係咁尊重咯。有種感覺就係話個球場草地就係同球迷咧，好似係有種阻隔一個隔閡喺度，好似眾門深鎖嗰種，係睇落去係好唔自在啦。咁第二就係咧，如果坐得比較低嘅球迷咧，會望落去就覺得係有啲綠色嗰啲圍欄，好似睇下遮住就有礙。觀瞻嗰種感覺，因為睇視線嗰個位置，佢係影響住，即係影響我明平時係就咁睇個場，已經係好係而睇到啲球員啊，同埋睇個比賽嗰度，你突然之間有個圍欄，咁我睇坐低時候睇，咁啊焗住我就可能一係就要坐上啲，一係我就要企起身體，咁可能阻住後面噶嘛，咁會咁可能會引嚟呢一個即係可能引起爭執噶嘛，咁樣做。其實盞搞啫，係咪？保安嗰個位置可能集得要緊啲，即係可能俾多，可能有多啲保安喺度睇住，會即係當有人可能衝出嚟或者有啲異動嘅時候，就可以即時去制止，即係以免到佢真係衝咗出去，咁下一次又唔知又會搞啲乜花神㗎嘛？係點講咧？個保安冇去好好咁樣去攔佢個球迷咯。如果個保安係保持一個警覺的，是望住有冇啲球迷會譬如衝出球場啊咁樣嘅，我覺得比起你咁起個咁嘅圍欄，其實講真的起咁嘅圍欄咁矮，即係幫唔幫到話咩攔啲球迷或者點，我又覺得即係要衝嘅一定衝得過嘅，一定衝得過去咯。但係反而係從根本就係啲保安嗰個嘅培訓啊嗰啲，反而做得更加好咯。